记画廊一直是有计划、有野心的在经营亚洲战后艺术的区块。那在2018年，我们做了邓南光的个展；2019年，我们做了李元嘉，之后又做了挑衅的代表中平卓玛，然后以及物派的大师兼木志雄。在这个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说，有哪些艺术家对于国际的艺术趋势是具有的一定的高度以及影响力。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眼光琢磨到了战后的80年代的纽约，所兴起的照相写实主义。那或许有很多人会认为，照相写实主义，在今天还要被我们重视吗？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它在艺术史上的所兴盛的时间整整几乎超过了20年，并且也诞生了不错的艺术家。那在这之中，尤其台湾有很多的艺术家当时在80年代的纽约投入了这一个趋势，那其中又以陈昭宏最受到纽约的艺坛的关注。至今对于照相写实的诠释大多关注在画的下、画的逼真这些技术性的层面，却很少有人仔细思考一个艺术家他的创作脉络。这次的展览陈昭宏的瓦平松的浴女，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重新发现了陈昭宏在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他从抽象绘画改造具象绘画时候的早期作品。那这些作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是远远超前50年在做现在当代艺术家在做的事情。而这些作品也同时让我们有另外一个对照，对于他晚期发展出来的海滩系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些差异的发展其实连接了许多艺术家本身的个人情感，以及他自己对于美国社会或者是主流文化的一些反抗或者是格格不入。这些隐藏在画作中的意涵，就像是这些隐藏了50年的画作一样，我们希望在雅集画廊这次的展览里面呈现给大家。